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战马师》，表演者刘九龙、孙九香，有请。辛苦，很累，让他们休息休息，歇一会儿吧。给这位老师放上台来。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今天什么好日子？六月六。今天六月六。哎，好日子，看虎秀啊，虎秀节嘛。不是去年吗？哪有这节？结束了啊，这么快吗？六月六啊，为什么是个好日子呢？为什么呀？啊，就是很顺，很顺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很顺呢？啊，人一夸人都是你六六六六的吗？六六六嘛，少一六接吧、啊、就是说呀，好日子，为什么呀？今天是我的这个坐骑的生日。谁？你先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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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什么包袱？哪儿的坐骑啊？哪里有包袱？啊，对，您这相声压根儿就没有包袱啊！要什么包袱了呀？这不是祝您生日快乐吗？您骑我一下，你祝我生日快乐啊！我宠幸了你啊！我用你宠幸我、啊？哎呀，你轻点吧，嫂子们过生日嘴还不利索。我这诚心的啊，就是说呀，今天是我的搭档过生日，嗯，孙九香是这个在一块十多年了，嗯，十多年了，也就今年记住了他的生日。你是一傻子是吧？怎么呢？怎么呢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今天能记住啊？因为我在意了。你在意什么呢？在意您的生日。十多年了，就今天在意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真的啊，我今天我在家，我就在想。想什么呀？我给我搭档买点什么。后来我就想了一想，没有必要。你就多余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想了。你说你什么也不缺。我给你买什么呀？你这是给我转账就行了。哎，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。干脆我送您个祝福吧。送我什么祝福？365个祝福。一年有365个祝福。我从他妈第二句开始唱。头一句是啥来着？我都没想起来。不得先有日出吗？就是我送您个祝福，真的啊，这个好搭档十多年了，想想也挺感慨的。感慨什么呀？啊，这一晃，这个。家庭也有了，嗯，孩子也有了。是我刚认识他那会儿啊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，真的，脚下的路在走，空中的水在流啊。确实是那会儿什么都没有，真的，那会儿他还是一个黄花大小子呢。这是形容一个男人的词语吗？对呀，那会儿人都黄花大闺女啊，哪有黄花大小子呀？就是你那会儿什么也不懂，跟个愣子似的。我现在也一愣啊，一晃36岁了，37岁，三十六周岁吗？37周岁，这不是个傻子，真是个傻子。不用说，我生日我能忘了上哪儿？反正就是一晃这个十多年就过去了。那会儿你就想吧，我们刚来德云社的时候20出头，啊，那会儿比现在还瘦一些。比现在得瘦个5斤，也没瘦到哪儿去。那会儿确实比现在瘦一点吧。嗯啊，确实是那会儿也留这个头型，叫鲨鱼头嘛。鲨鱼头不是鲨鱼头啊，那是就是平头啊，鲨鱼头啊。我不说话，可乐了呢。你看给孩子乐。确实是啊，十多年了。这个孙九香，啊，祝您生日快乐！哥哥祝您生日快乐！哎呀，祝您生日快乐！太虚了啊！祝愿您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好不好？太假了，什么？你好好说你的相声行不行？来，跟我一块儿啊！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德云社不是海底捞，他们德云社的吗？德云社吗？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人家今天过生日，你要不说挺好的。孙九香37岁了啊，这个当然了，我们哥俩还有很多的10年，慢慢干吧，干这个。
这个行业呢本来就是这样。哪样？这个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呀？你要说成名也很快，成名很快啊！你看他的上一任搭档，啊，那个秦霄贤，人家火的都自己都不知道火成什么样了，火的快化了啊，都快火化了。就是说呀，这个行业它就是这样，但是更多的人也是坚守在小剧场，得坚守啊，因为我们刚从天津回来。去天津转了一圈，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小剧场，好多演员，您各位也都不认识，都不认识，我们也不认识，我们也不认识啊。到那儿一盘道才知道谁谁谁是谁谁谁的徒弟，啊，谁谁谁跟谁有一腿，对吧？我们也得去，我那儿吃瓜的，也得聊天嘛，也得聊天嘛。就是说什么意思呀？这个行业就默默无闻的人呀居多，默默无闻啊。所以说我们也得好好干，努力的干。争取的真的，你想起那会儿有多不容易呢？那会儿怎么不容易？头一场我就在这儿演，头一场就在这儿演。广德楼，哎呦，说这话十年左右了，哎呦我。您要哭的真哭行吗？我为什么要哭呢？我比那会儿强多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那会儿好家伙，一上台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八扇屏。啊，这个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叫翟国强。啊，翟国强翟老师，那是我的授业老恩师，授业老恩师啊，真的启蒙就是人家给我带的，人家给你启的蒙啊，真的那会儿他糖尿病，他现在也是啊，特别严重的糖尿病，很严重啊，跟他一块儿上厕所，我这边尿他那边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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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翟国强尿病糖啊，反正就是尿糖病很严重啊，糖尿病，尿糖病，我是山东人。你别高于山东人了，说话得调过来啊！这个病理不用调，就是说嘛，他就在后台看着我啊。那会儿15分钟的段子吧，最少也得说15分钟，8分钟就下台了，确实紧张啊！这说话都哆嗦了啊，能从后台都能看见。那会儿他们给我录像，我这大褂都这样，没有风啊，真的没有风，空穴来风啊。紧张，就你说让我怎么翻，就这种包袱，所以说呢不容易。我再看人家，看我，人家条件确实比咱好一些，嗯，就是说也稳当，北京人啊，条件家里条件也好，说个相声就当玩了，扶着桌子，对，底气也足啊，胖嘛，没错，这捧哏还真主流，嚯！您跟我们说一说，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羡慕人家那会儿，我就说，你先我都羡慕人家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都是人生啊，要求你再一点点去。哭了，好家伙，不是你像话吗？您这，不是和你说着，我在桌子给尿了是怎么着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烫完头之后这样揪着是不是更得劲？下回不烫了，平时还滑一些，感觉这揪着怎么那么疼呢？很有阻尼感。说到哪了？说到我在桌子里尿了。对，说到他在桌子里边，我没尿。你说的，说到你在桌子里边尿了。你刚才说那形容，我在桌子里就尿了。你没尿，我本来就没尿。对呀、啊，你没尿，就是没尿。你别瞎说，说相声哪有？谁瞎说？就你说的刚才。有病啊，真是这个人。我也尿糖尿。不是，我没说你尿了。那没尿，本来都没尿。没尿，没尿呗，对不对？你这你急什么呀？不是你这尿台子，显得我刚才就是尿了。你没尿啊？我说你尿了吗？你看你急什么呀？你把你说了，你这，这不就是尿了吗？没尿，没尿呢，就没尿，就你没尿，没尿得了吗？各位别信啊，别信，别信，没有这事儿，没这事儿，根本没有那事儿，肯定不尿啊！就那天没有，我哪天都没尿，不是就那天没尿，没尿确实没尿吧？就是、没尿，对对，咱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看我急了吗？你说我呢，你急什么呀？确实没有尿，就没尿啊！就是下台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，这不还是尿了吗？这句话形容你每一步走的都比我扎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
能走出脚印来，不沾点水他能走出脚印来。这你很扎实，说明您太扎实了。啊，确实是也紧张，是不是实话？那第一天上来肯定紧张，您也紧张啊。他这就叫虚张声势站在这儿，对，显得底气很多。嗯，其实他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。啊，我的表现就这种哆嗦，人家表现的也紧张，嗯，啊，确实也没有你好啊，这肯定没你好，不可能，肯定不可能。这二十多年了，连他的状态就完了，真是。就是说，这个确实有你好，但是他呢，紧张，紧张啊，顺着两腿之间就流黄色的液体，那不就是尿？没有尿，你看我都直说没有尿，没有尿的呢，还没尿，都黄色，还火还挺大的。不是你的汗腺在大腿内侧，你紧张就流黄色的液体，那不很正常吗？哪个正常人汗腺在大腿内侧啊？那么汗腺的每个人都分布的不一样吗？我这在大腿根上，我这，我这哗哗流黄色液体。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不就大腿根吗？内侧还有很多面积呢。就是说，确实也紧张啊！哎呀，刚才一说十多年了，现在你看哥俩在台上也很自如了啊，无所谓了啊，这说相当尿了，无所谓，反正不是我们家的地儿，桌子挡着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别抖就行啊！给我的钱拉口水，你们都不知道，这忒恶心了！你过生日非得拉屎那什么呢？真是给你吃。就是咱平时也没有这么脏的包袱吧，朋友？这不脏，只是臭。太过分了，真的是！你还想过我的分？好家伙，过包袱，多恶心呀！真的，就这包袱，就熊猫点外卖，怎么讲？损到家了。就这破俏皮话，枪毙你们家一户口本儿！你家岁数还真大。就是一晃这么多年，现在自如多了，无所谓啊！你们爱乐不乐，哎，下台就领钱，臭不要脸！主打的是一个不要脸，那是你主打的。嗯，确实是啊，比那会自如了，倒是真的啊。拿哥俩来说吧，你像他来说，他刚才说他北京人，我没说，是你说的，我说了呀，人家北京人，我是北京人，啊、北京黄城根底下的，黄根底，人家内心里就泛着骄傲，我还泛着骄傲，真的是。你老说他没有说瞧不起外地人，虽然说根本也没有啊，但是他内心里他就觉得我比你稍微高一点。真的瞎揣摩我们北京人的心理。真的，他就是这样觉得。他有时候你看看一些事儿，你臭外地，那不由自主他就说出来了。那就只是对你说的。你们说没说过这种话了？就对你说过这种话，对别人没有啊。他内心里他还是有一点那小骄傲的。人家从小黄庄根底，啊，他们家住在庞各庄。我们家住哪儿？庞各庄，庞各庄，我发音不标，庞各庄，我听得懂，那叫皇城根底下，那倒退几十年的地儿归河北，皇城根底下，哇家伙，北京这根还真长，延伸到南六环了，皇城根嘛，留在地底下，你这长哪去了？两边年多啊，就是说嘛，人，我们家不在皇城庄，老北京人，老北京皇城庄啊。还不错，庞各庄欺负不错啊，对呀，不错呀。我不是庞各庄的，你不说你庞各庄的吗？我什么说我庞各庄的？你放屁！那天咱们开车走到那儿，你说我们家老宅就在这边，这地都是我们家的，啊、有时候有功夫来摘西瓜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哪孙子说的？没错，我说的。是不是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对呀，那你们家不是庞各庄的？你摘了吗？摘了，没打死你。三十多岁了还那么天真呢，好家伙，我说我是庞各庄你就信，我说那西瓜地是我们家的你就信。他现在在骗我。我现在向你坦白，你现在肯定是在骗我。没骗我，我昨天说我们家在故宫。那我不能信，和庞各庄就信。我真的去摘了。我还晚上去的。我假装
真偷人心。对，王八蛋，后面可能是李国忠他们家。我说东哥最近老找我，他们家找一西瓜，日子过太细致了。就是说呀，人家北京人啊，胳膊什么的都在北京，这个平时咱跟人家怎么比不了？怎么比不了呢？真的啊，咱不光业务上跟您稍微差这些，生活中也差多了。这怎么差什么呢？真的啊，人家好交朋友，生活规律是，对不对呀？你看咱就说了，平时一到点了，今天晚上约人喝酒去了，天天喝，他也酒量也大啊，两天到晚就喜欢喝酒，跟谁都喝。爱喝，刚才提那个叫李和东嘛，那酒蒙子那是，对谁跟谁喝，胖子装酒蒙子一喝就喝多，俩人老一块儿，跟他一块儿玩，走啊香香，走啊香香，香香喝酒去香香，走啊东东，跟谁都好喝，平时一喝多了就显得大了，你们甭看他在台上有时候话稍微少一些，一到私底下我这人不说话就显得大了。你自己也不说话，我不爱说话。你不爱说话，你不爱说话。因为我这个人，你看，甭看说相声的啊，我内心就是有点自卑那个感觉，我腼腆。你腼腆？真的啊，我真有点腼腆。你走到大街上说九叔，你让我舔一下，我说不行。腼腆是不让人舔的意思是吗？我当时我就拒绝他，真的，我说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大妹啊。还有现在还有这种不开眼的人，舔你！真的，我腼腆。你到私底下，你看找他的人特别多。酒香来，让我舔一下。来，我舔你一下，来。我确实是一冷漠。确实，他私底下话特别多。一到吃饭喝酒的时候，你就看就显得他了。有时候找一饭馆往那儿一坐，蹭就站起来了。来，走一个。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庆祝这美好的生活。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。你们那么爱配合他？来吧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剩下的泼我脸上。这叫什么话？这叫什么呀？拿话拘你。你好意思的吗？人家大同州的，你再看看。你们这么泼呀？那天是泼水节嘛，泼水节你们泼酒，酒也是水做的嘛，酒是粮食做的，它也得有水，它肯定得有水。傻瓜，就是说嘛，它酒量也大，跟谁都能喝到一块去包括我们上层领导，我们上层还有领导上层领导郭老师。太上层了呀！郭老师当然是不怎么喝酒了他不怎么喝了又逢年过节，现在有时候来这么半杯，不怎么喝酒了。于老师，于老师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好喝酒的主，太爱喝酒了。他没事找于老师，陪着那个小龙，就刚才唱那个《杨乃武写状》那个小龙。你笑什么？就是我也是来德云社十多年了，我也第一次听着杨乃武写状，最后那是来个 rap， 真可惜我没听着遗憾就和那个没事，下里边我给他填一个就是说呀，小龙有他没事像什么冯兆阳找于老师玩这个都是于老师徒弟。对了也就他跟于老师关系最好，跟于老师私生子似的。对，跟亲生的似的我要是亲生的行了，你还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不是，就是形容很亲的样子。对，亲儿子一样。对，亲儿子一样。
就是说呀，跟于老师亲儿子似的那么亲。嗯啊，你关系好。对了对了，天天找于老师去，天天于老师那儿有一个小马场，嗯，小白马不大点儿。天天骑着那小白马，我骑小白马啊！我儿子现在不让我去了。骑小白马，小白马后来都快能说话了，但是全是脏话，就骂我，全都落了。我推荐他现在小白马啊，迷你小洛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小洛可肯定可爱啊，羊驼。用你小羊驼啊，骑羊驼，我骑羊驼，那边骑着啊，鸵鸟，骑鸵鸟啊，骑猴，骑不着，这骑不着啊，大猴都有，骑不着，你下来，孔雀，孔雀在那里养那个小孔雀，小孔雀，没尾巴的小孔雀。没尾巴的小孔雀啊，尾巴呢？在瓶里呢。我跟人住了，没事，拔一根拔一根，后来那孔雀都秃了，还做顶戴花翎啊。确实没事就在那儿玩，跟于老师喝酒，俩人很有意思。帮着于老师弄那个小动物什么的，接生，小白马接生，还给我发视频呢。接生，红哥，你看那个，看那个，哎，厉害不？小男孩马上就生出来了，我说我不看我晕血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发小视频，你看哦，这刚生出来这个，这小小卷毛这个，小卷毛，这都是你老的，小卷毛都是你老的，这什么的，看到吗？这是我的，毛少的应该是我的，于老师送给你的吧？对不对？这是你接生的，于老师就送给你一批。啊，会谄媚的人，这是好词儿吧？好词儿啊，夸您情商高，这是那谄媚、啊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这不是什么贬义词啊，现在这就属于褒义词。真的啊，真的，你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在这个社会现在是很重要的。是，你看我原来跟烧饼关系不错，嗯啊，我们五队那会儿嘛，他是我们队长，后来他因为他生一孩子嘛，啊，我就满月了，我们都去看去了，啊，来抱出来，你说说看看。啊，媳妇儿抱着，烧，那个小孩儿呢，抱着，来，不容易抱抱，不了吧？因为那小孩小时候长得特别丑，他现在长得也挺丑的，小美小时候长得那样呢。我说付了吧，把红包往孩子那身上一搁，嗯，坐那儿聊啊。我说哎呀，是还真好，是个小男孩，嗯，这要是个姑娘就，嗯，得多惨呀。后来关系越来越不好了啊。就是说嘛，你得会聊天啊。你看人家就是会谄媚。咱举一个小例子啊，我们每年那会儿都会在马场举办年会。马场就是那边，也是我们大大王找那个大师傅给我们做饭，给我们炒菜，也是啊。有一年就是那一年是于老师弄了一匹高头大马，那一年发微博得50万奖金，就那一年，一帮人就跟那吃饭嘛，吃饭聊天呗。于老师给那马就牵过来了，哎，宝贝们，今天这马给咱挣50万，知道吗？我们就看，哎呦，于老师马真不错，哎，漂亮，哇。真高，真棒，油光水亮的，这真亮，这身上。嚯，我们正夸着呢，我师傅一看，嚯，这马行啊，还，哎呦，这马真漂亮。嚯，他看那是马，看条亮路呢。马比较高，嚯，真不错，这个。怎么样，谦哥？我来一圈啊，我来一圈行吗？要是我师傅要骑那马，你行了，你还没马腿高呢，你骑它，真不会说话。那不给你预备的那小矮马了吗？那个是给你骑的，但是那不跟我骑的吗？啊，那有几个脊椎坏的给骑了啊？
那都让九香气坏了呢，现在身上都扎着绷带呢。你真能来吗？我真能来，哥。我去过内蒙，你知道吧？去过内蒙就会骑马呀、啊？我这跟老乡学过，而且我都铲骑都能骑。什么叫铲骑呀、啊？就是没有马鞍子，没有马缰绳，就愣骑。人那边的小孩都有那种比赛，就是这马跑着呢，你翻身上去，你就骑着它，给它驯服了。啊，这叫铲骑。我铲骑我都敢骑，你拉倒吧你！你铲骑人家那腿得把马肚子夹住了。您那个腿最多夹住他脊椎骨，你知道吗？他腿那么短了，我知道吗？李鹤彪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只有李鹤彪能动手啊！讨厌，我真会骑，真的吗？李老师，您的手底下人给弄好了马鞍子，弄好了马缰绳，来吧，德刚，我看你会不会骑啊？让人牵着啊，不撒手，你先走走，我看你会不会骑。来人，来四个徒弟，扔我师傅上马。扔，废话，那能怎么上去呀、啊？那也不能扔上去啊！来，四个徒弟，手都盘好了，我师傅坐在这上头。来啊，准备好了吗，师傅？来，一二三，走。马那边还有四个徒弟。没，这就知道这帮孙子多坏呀！我们要不在这边，师傅摔着了。师傅，他们太孙子了。这边四个，嘿嘿，过来了吗？然后师傅刚排球呢，扔了半个小时。扔半个小时？这边这四个失误了。哎呦，我师傅上马了。哦，失误了，扔上去了。这帮小子太坏了，我都有点晕了。我来一圈了，我你撒开撒开，我会你，你把马缰绳给我给我给我。哼，看看什么叫拍马屁，都你哎。是好玩笑，出去了。我们接着吃饭呗，接着吃饭。他正吃着呢，一会儿就听那边啊，嘎啦嘎啦嘎啦回来了。是的，骑着马，你还别说，他还真会骑。啊，这马场一圈大概有将近6公里呢。哦，我师傅骑的还挺快的。嗯，没一会儿就到这边了。啊，我们正吃饭着呢，正跟那抢着呢啊。嗯，没出去啊，正抢菜呢。师傅回来了，赶紧撂下筷子，列队欢迎。为什么呀？我师傅这人他也有虚荣心。哦，啊，谁都一样，你甭管大腕啊，甭管艺术家都一样。你说他比如说今天在后台呢，他要跟那唱一嗓子。这帮徒弟跟那玩手机，他也不高兴。啊，你那有的会聊天的，他在后台一张嘴一唱，哎呦，师傅，你今儿嗓子在家了，我说，哎，也不行，也不行，也不行啊。他也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人都有虚荣心，所以这帮徒弟慢慢了解他了。没事，骑马回来了，赶紧把筷子撂下。列队欢迎。嗯。师傅您真棒。师傅，您还真会骑马。师傅，您骑马骑的真溜，溜溜溜。师傅，师傅，嘿，棒！这欢迎仪式是不是有点敷衍？那能说什么呀？一人一嘴就这词儿呗。师傅，您太棒了，就这意思呗。我师傅，我真会骑马，你看别不信，真的。怎么样？我就问你们，快不快？嗯。要说人红有道理呢。嗯，你看我师傅捧这几个人啊，都是情商比较高的人。哦，那岳云鹏，噌就站出来了。哦，好好说话，老跟开着震动似的。快快快快，有什么事快说。眼睛那晃的跟个屁股似的，你这。师傅，您骑马骑的也太快了吧！哎呦，哎呀，师傅，我的天哪！就我快吐了，这个。我觉得我也恶心，说实话。谁让你学的呢？师傅，骑马骑的也太快了吧！哎呀，啊，我都想做首诗夸夸您呢。岳云鹏还会作诗了。
确实还挺恶心的。就是你怎么还能作诗呢？就你那文凭，小学一届，你说说我也听不懂，看他怎么样。师傅上鞍桥，嗯，猎火了鹅毛，哦，马跑八百里，嗯，鹅毛上背焦，哇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比喻的说法啊，嗯，形容我师傅骑马骑多快的，嗯，哎，打火机烧鹅毛，嗯，一根鹅毛没烧完呢，八百里回来了，嘿，这得有多快？这可太快了吧！我师傅高兴。第一是高兴这诗做的不错，嗯，第二是这宝贝儿哎长能耐了，现在有点学问呀，这不错呀，这个一高兴鼻涕泡冒出来了，一吭着，我们也不敢乐，我们就在底下，我师傅可能为了折尴尬，嗯，我再骑一圈去，来一圈，这马真不错，哎，我再骑一圈。一拍马屁股出去了，我们这帮哈哈一乐，吃饭去，一会儿又回来了啊，吃饭了，撂下筷子列队欢迎。师傅，你骑马骑得真棒，真不错，嘿，师傅真会骑马，耶，真厉害，哎呀，那起哄假洋啊，就一人说一句呗，就是，师傅，哎，怎么样，快不快？我就告诉你，咱骑马没问题。就你圈大，一天说我老嫌弃我这嫌弃我那的。要说人红有道理呢，就刚才说呢，我们队队长烧饼，嗯啊，有儿徒啊，有什么的，蹭就站出来了，啊，也会谄媚的呢。是吧？骑马骑太快，是吧？哎呀，说说您真棒呀，是吧？觉得你是我们蛤蟆是怎么样的？那小饼我不告诉你了，你没事你喝点开塞露，我开塞露是喝的，你那个嗓子我觉得拿火筷子捅捅都不好使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听你说话我便秘，哎呀你，是吧，我就这样，是吧，我倒是夸你的，是吧，哎呀太不合适。你先顺着嗓子好好说行不行？啊！还不如你，学得太费嗓子了。师傅，我做老师夸你得了。对。师傅上马身，嗯，水碗抛银针，哦，马跑八百里，嗯，银针上背沉，哦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形容我师傅骑多快啊？水碗啊，水碗扔根针下，针还没沉底呢，嗯，八百里回来了，呵，这得有多快呀？太快！高兴啊，不错呀，这个这比刚才那个好啊，嗯，一高兴俩鼻涕泡冒出来了，哎，我再来一圈吧，我还来，一拍马屁股甩着俩鼻涕泡就出去了，在乌龟电车上出去了，我们接着吃饭去呗，一会儿嘎达嘎达又回来了，嗯，我们这帮徒弟烦坏了，你说吃个饭也不安生，真是师傅真厉害，师傅真快，师傅最快了，师傅特别快，这是夸师傅的词儿，我们就夸师傅啊，师傅您真是特别快，急死男人，我们夸师傅，哎，这时候又体现出什么叫会聊天来着，嗯，我这哥哥俩师哥露脸了，谁也抢不着这个机会了，嗯，底下就得是我，他们俩完就该我了，哎，对了，俩人完了就得是我，哎，我是我刚一站定啊，就看他噌就出去了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对，没事。怎么回来？兄弟，你出来干嘛来了？蓝鲸马来了你？这马没鲸。师傅，我想夸夸你。嗯，那夸呀。快点夸小强，快夸，夸呀，来呀，夸有嘛呢？师傅骑马骑得真棒，骑得特别优秀，非常的快速，耶，yeah ！确实不如不夸的，你怎么捧人的吧你？这个词汇量就那么匮乏吗？匮乏吗？三个形容词吧。
不是你，哎呀，你跟刚才的诗歌似的，你也弄首诗，你夸夸我。我也弄首诗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嗯。他什么意思呀？他是想作诗，是刚才想了，哎，我出去肯定就有词儿了，站出去想起来，我们也没词儿啊，啊，就尴尬在这儿了。我们这帮同学在兜里，该想露脸现眼了吗？你死在这儿吗？你吃屎吧你！这就是你想的啊！我们在后边就指指点点啊，我们倒是也没说出来啊。你看我们队长是个好人，摸摸他长得跟个老妇女似的啊，你确实不会说话啊。他确实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心地善良，一看这兄弟就是想露脸，结果现眼了。得了，我出去打一圆场，让他回去就得了。哎呀，刚往外一走，还没张嘴要说话呢，孟哥放个屁，嚯！当然，孟鹤堂也放屁，当然也没多大声啊，没多大声，没多大声，但很脆啊。这是他放的，对，我以为马放的。当时放了个屁，他也跟屁声，他可来词了，我有词了。师傅说，我也做首诗夸您得了。你快说一说吧。师傅上坐骑，孟哥放个屁，马跑八个里，怎么着？他肛门还没闭。我去。